要管大战是三百回合，大破流月层，然后与那贼也大战这一段的说，没意思。包子，卖包子！我想吃包子。哎，看看花布啊，全城最新的花式。哎，他怎么现在才看到？哎呦！无名离音，本为千年修行之魔剑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现如今修成大能，日月为我，天地变色。待吾带领那妖魔，把那人间屠的那苍生殆尽。化日之下，竟敢对良家女子动手脚，本少侠就赏你镇妖玉一块。妖物碰，立即变回原形。谢了。哎，你这细腰，把宝玉还我。区区彩戏，换口吃食，少侠怎么能说我是妖呢？况且我拿你这玉，这不也没事吗？哼，我。看我照妖镜！想跑？看招！底子这么差，剑叔跟四叔先生学的呀，休要嘴硬。嘿嘿，绑！大妖，看我硫磺伞！破眼睛！哎呀，我的眼睛！水！水！哎呦，我的眼睛！水！
悬赏令，不用自我介绍了。数月以来，我潜伏盯梢，费尽心血设局抓他。今天大好机会，都因为你，功亏一篑。那你若不是妖，怎么也会用妖法？我那是眼术，喵了个咪的！我眼甲师，你不知道吗？没听过。废什么话，给我松绑！快点儿！喵了个咪的！你再厉害也敌不过我们两个人联手，还不降？不对，是三个人。大姐头又有架打了，街上出手恐有太多不便。先跑，快走啊！追！这什么？别过来！我对猫过敏的，我过敏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雨玲，好名字，我叫向小天。为何带我来这里？我不认路，不知不觉胡乱跑的。快去那边找找。且先进去躲躲。哎呦！什么鬼地方？我的天哪！我们还是快出去吧。我们大姐头的晦气，看你们往哪儿跑！小人不自量力，望大仙饶命。无耻！太华山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猫妖，再与我大战300回合，我蠢货，还不给大仙跪下！你，大仙求财，小人求命，金银法器都献给大仙。哼。乖丫头，还挺懂事儿。阴损的小贱人！等等，降妖不杀，更何况你刚才使诈，圣旨不武，有何脸面登侠义榜？杀妖而已，与侠义榜虚名何干？阴险小人！我娘说过，你们太华山历来光明磊落，你为何如此不择手段？啰嗦，我是青云派的。怪不得青云派御剑术偷师自太华山，小贱人偷来的总是差点火候。胡言乱语，太华御剑降妖只争高下，青云御剑杀妖唯有生死，何来偷师一说？死到临头还嘴硬。得，不是，哎呀，我
哇，小小山洞，别有洞天啊！莫要耽搁，猫妖杀气腾腾，随时来袭，不想死就赶紧寻出口逃出去。阴险小人，谁要跟你一起走？哇哇！哎，哇，好大的一把剑啊！小心暗藏机关，不敢乱碰。小人之言，君子听不见。向小天，听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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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背后，小人所指，君子勿视。师妹，是我。师兄，此剑便是魔剑离印。18年前，魔剑扰乱世间，各门派死伤无数，后来联手才将其打败，秘密封印。锋芒毕露，杀气隐隐，此剑世间难逢敌手。师兄小心。果然除了妖物，寻常凡人哪怕道行再高，也会因杀气太重碰不得离印，轻者被灼伤，重者被杀气吞噬，形神俱灭。向小天是妖，比妖更恶，
他是李英的剑灵。昔日李英战败之时，魔剑剑灵金蝉脱壳，及时逃脱。师祖曾预言，多年后，剑灵隐士长大成人，必将拔出离印，危害世界。冥冥中天意使然，小天与你进入剑中，多年后，离印最终还是回到剑灵手中。如今封印被毁，待日后向小天魔性觉醒，世间必将万劫不复。娘，娘。小天啊，这是娘亲的名字，你记住了吗？哦，记住了。那你还想干嘛呢？娘亲，我想听故事。只要小天乖啊，娘亲一定给你讲故事。娘亲给你讲侠义榜第一名的义尘子大侠是怎么行侠仗义、降妖除魔的，好不好？好。等，娘！你答应过娘亲，你要在这儿一辈子，为什么偷跑出去？我也想去外面降妖除魔，成为侠义榜第一。你天生体质孱弱，你要出去的话，就会有性命之忧。好了，娘亲要去猎山部了。娘亲不在的时候，你不许偷跑出去，听到没有？是，我知道错了。回屋去。待日后向小天魔性觉醒，世间必将万劫不复。走了大运，拔了离阴剑，更不能放过你们。都来干活了，人跟剑姑一起带走。这里就是外面的世界，比桃源仙居大多了。我终于出来了！哎，女孩子，女孩子，哎，是活的女孩子，活生生的女孩子。小天，你在干什么？还不快跑！哇，你们外面的女孩子都这么厉害的？第一次见面，你就猜出我的名字了？我是叫向小天，一直在桃源仙居图里待着，刚刚偷跑出来。姑娘贵姓啊？哦，对了，你知道侠义榜在哪儿看吗？你失忆了？啊！呸！啰里吧嗦的，烦不烦？大姐头，继续。这煞气可真够劲儿的，小贱人敢算计老娘！活该让老娘试剑。这里不是桃源仙居了吧？女孩子，是活生生的女孩子。我第一次见到活的女孩子。我为什么？为什么打我？哎呀！好了好了，说到哪儿了？哦，对，老娘拿你试剑。我终于出来了，又失忆了。女孩子，是活的女孩子。我第一次见到活的女孩子。大哥，
手，他是侠义堡通缉的猫妖。大姐头怎么办？他手上有魔剑。一起上。他们人呢？他们人呢？人都不见了，大姐头。前辈，他现在怎么样？伤势无碍，但是他拔出离阴石，煞气入脑，前世今生记忆混在一起错乱，所以他每次醒来呢，都只会记得现在是他刚从桃源仙居图跑出来的那天。喵了个咪的，简直是把我扔在街上的报应。要是早知道他是文人的养子，我就应该……小哥，你谁啊？没礼貌，叫叔叔。胡子还没长全，不怕遮丑啊？18年前，我和你娘大破刘月城，得了些烈山族送上的驻颜延寿的丹药。你究竟谁啊？我苦寻你娘18年，她却没跟你提过我。与我娘相识，大破刘月城。等等，你就是那个和我娘一起把海市搅得天翻地覆，救出许多无辜善妖，还大破刘月城，除掉心魔，收复烈山族，中州侠义榜第一的义臣子大侠。娘个咪的！哎，小哥，你去哪儿啊？前辈一生行侠仗义，恋恋红尘，负心薄幸，却有红颜知己无数，皆成世间美谈。晚辈青云派上官羽灵，久闻义臣前辈大名。你们都认错人了，义臣子他叫夏宜泽，我乃是长安岳无义。岳无义，大眼师岳无义，刚刚多有得罪。算了，万指虚名，不如浊酒一壶。倒是文人，18年来提都没提过我。先说要事，你们俩把离音拔出来，以后作何打算呢？寻常手段根本杀不死剑灵，青云坛集天地阴阳之灵气，只有将小天与魔剑困入青云坛，我派上下齐心展开黄道万象阵。将他剑灵散为荒魂，永世不入轮回，方可一劳永逸，除去魔剑。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再无他法。前辈是举世闻名的偃师，羽灵势单力薄，还望前辈一路相助。若是把那臭小子逐成了荒魂，本人怕是要恨我一辈子了。请前辈大义为重。
深更半夜的，你想干嘛？我娘说，像你这样的，八成是女淫贼。我怕还有恶妖夜里偷剑，守你身边照应。哦。嘿，自打八岁起，我娘就不陪我一起睡了。你身上的味道和我娘一样香，鼻子不灵了，扭过头去。怎么回事？女淫贼！女淫贼！你们别过来啊！小心！你之所以现在这样，就是因为拔出离阴的时候，煞气入了脑。你说你每天早上这么折腾，也不是办法。哎，要不这样。岩甲笔，墨汁有五两喝。没事的时候，也写写日记，你自己看看，也是个提醒。那我要是一年两年治不好，每天醒来看着几百页，跟小说那么长。抬杠是不是？跟我们去青云潭把离阴毁掉，你的失忆症就能治好了。哦。哇，好多人啊！赶紧走啊！啊，走。嗯，嗯。跟我娘做的味道不一样，这回多放点肉。哎，客官，客官，你还没给钱呢。哎，小哥，跟我进去玩会儿吧。啊，走吧，进去玩会儿啊。好呀，第一次有人邀请我去家里串门。二位小小天，哎，别走，小哥别走啊。哎，如此轻视的机会啊，来了！这么多妖，你一个人打得过吗？是啊，是啊，过吗？当然打得过了。太嚣张了！你这孩子，他小时候受过伤，他这个……见谅见谅，见谅见谅。走走走，大姐头，有人看见那小子他们出城了。大姐头，大姐头，大姐头，来我们的地盘了。走，出去堵他们！进了快活山，就是猫妖的地盘了，加倍小心。猫妖肯定会在路上设伏，如果情况紧急，你带他先走，我负责断后。我娘教过，一尘子大侠有云，就实必虚。你能别提一尘子吗？人世沧桑十八年，唯有桃源春色永驻。画工不错，我娘教我的。桃源虽美，但在这方寸之地困了十八年，你是如何度过的？我可以交朋友啊，没事跟他们讲讲大侠一尘子降妖除魔的故事。我跟你说啊，不管我怎么添油加醋的乱讲，他们都信。朋友？对啊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我坐的这位叫旺财，你坐的那位叫元宝，还有这位
叫老师。哦，对了，你跟我来。还有远处那棵树，它也叫一尘子。这样啊。而且，我娘对我很好，十八年也罢，一辈子也罢，她不许我出去，肯定有她的理由。我自小被遗弃到青云观外，日夜修行，学成后猎魔杀妖，风餐露宿，都是一个人。你这份孤单苦楚，我也略懂。那你还有那么多同门师兄弟呢？青云派同门之间也鲜有交集。师父说，杀妖之路非生即死，孤身一人，杀妖才能心如坚石。怪不得，从未见你笑过。笑？为何要笑？为何笑嘛？就是当特别开心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就好像有十个太阳把心里照得暖暖的，想笑的时候啊，憋都憋不住。是吗？昔日我猎杀一只眼妖，三天三夜不惜假死受伤，杀他的那一刻我很开心，可是我也没觉得想笑出来。看来你还是没理解我的意思。笑何用？这金麒麟是我送给文人的第一件礼物。我们还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醉心眼甲，不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在乎那个魔影。这孩子要送去百草谷，生死就由不得他了。无意，婴儿无罪，救他一命。我早已传信百草谷，他们很快就会把魔影接走。你，此事关乎天下苍生，岂是你我二人就能决定的？文人，文人，文人，你要干什么？文人，文人。后来他离我而去，我便心如枯槐，再也不愿碰严家。前辈久不离口，心结如锁，你这样与妖上阵厮杀，能活到今天也是奇迹。我一生研究严家，什么锁我没见过，灵力锁、弹簧锁、巫咒锁，都不及这心锁难开。我苦寻文人十八年，如今寻找这臭小子，却寻不着文人。文人前辈外出寻找猎山族，应该也是在求寻除掉小天体内剑灵妖力的办法。那猎山族再厉害，也改变不了他就是离鹰剑灵的事实。文人这么做，无非就是大海捞针。文人前辈的养育下，小天纯如白纸，不曾被世间烟火所侵染。可到了青云坛，却要用小天性命来换取魔剑毁灭。他这一世，要是永远待在桃源仙居中该多好。当初我和文人抱养他，就是错，现在再让他碰到我，就是错上加错。小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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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！去青云坛，就是让我去送死。小天，不是这样，你听我说。大骗子！
女淫贼啊，女淫贼，你自己看看。小天受刺激会加速他的魔化，我们一路上小心为妙。小哥，午饭想吃鱼吗？赶路要紧，快走。由他开心一下。奇怪，怎么还不见他们人来？说，义臣子平日也爱钓鱼。哎，你崇拜谁不行？崇拜义臣子，他本人就是个叫夏一泽的闷葫芦。有机会我真该带你见见他，看你有多失望。我在桃源仙居中也爱好钓鱼。雨玲，你第一次钓鱼啊？修行时师父没教过，而且钓鱼对杀妖也没多大助力。那你没打过鱼妖？有过，哦，湖中投毒更方便。哎，看，你的鱼上钩了。停，你这样子的话，鱼都跑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摸女孩子的手。这还是我第一次摸女孩子的手。干什么呢？屁股也撅着。来，手抬高，记住了啊。小哥，你的船能不能让他快一点？叫谁小哥呀？叫叔。哎，你这么年轻，让我叫你叔，想占我便宜啊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哎，小心！这是我第一次摸女孩子的手。打起精神来、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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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小的愿望就是抓妖上侠义榜。
喂喂，小海边。像话吗？你们俩等等我。哎，向小尖，你肉棒，我教你几遍才行啊。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摸大叔的手。走，大爷。站住！别！所以咱们现在大概是在这儿。幸好咱们这一路上有桃源仙居图可以供咱们小憩。等明天下山到了快活镇，不出两日，咱们便可到达青云潭。别动。舞曲，难怪你们比老鼠还难抓，原来是躲到土里去了。毁了我娘的仙居图，臭猫妖，我跟你没完。今天老娘就毁了你们的老鼠洞，新仇旧账咱们今天一起算。一起算，上，一起算。霜天寒露中苦学，你终是回来了。无意，你我相离竟这么久。这些年来我每每悔肠入庆，当初真该同你一起共护小天归隐。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肯愿意将理应夺来与我一同离开中州，做一对神仙眷侣可好？不是文人，文人天罡忠魂，守护中州誓言不变，你不是他，况且他有你这么温柔吗？前辈。小哥你没事吧？哎呀呀呀，哎呀，为民除害，为民除害呀。三位侠士请受本官拜谢。哎呀，这下我在侠义榜榜上有名了吧？有妖来袭！傻小子，那叫烟花。烟花？火光晃眼，巨响吓人，烟气还呛人。我还以为是我娘跟我说的烽火台预警呢。世间就没有其他庆祝办法了吗？过早，好好欣赏就是了。
哎呀，我突然想起来，知县说在斋香楼设了酒宴款待，你们年轻人呢，应该戒骄戒躁，喝酒吃饭，我一个人去。此时烟花泛天，丑时青雨如烟，没想到我中州还有如此美景。雨玲，第一次见你笑真美，你以后能不能多笑笑？成天见你发痴发傻，有何值得我笑？笑嘛，就好像就像是有十个太阳把心里照得暖暖的，于是想笑憋都憋不住。谁教你的？俗不俗啊？因为幸福才会笑。一生杀妖，尸山血海走来，幸福离我太远。那假如说我喜欢你，你会不会觉得幸福？我是说，出来也有一阵子了，风也风过了，腰也降过了，侠义榜上也有了自己的名字，儿时的梦想一一实现了，却觉得心里依旧是空空的。人间虽大，我始终是过客，唯一觉得让我最幸福的事，就是遇见了你。这是我第一次握女孩子的手。二十一次。嗯，没事。雨玲，至多两日，我们就把黎音送入青云坛去，往后你能多回桃源仙居中多陪陪我吗？如果我可以时常像这样握着你的手，别说十八年，就是一百年，我也愿意。小天，如果你对下半生的期许都因我而落空，你会不会恨我？叫不叫？官爷，叫不叫啊？官爷，叫出来！官爷，都给我老实点啊！把欠知县大人的银子连本带利都给我交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还给我砍！你喊也没用！我告诉你们，那猫妖已经被抓了，以后没有人敢护着你们这些刁民了。官爷，知县大人的苛捐太重了，小民实在是没有那么多钱啊！还嘴硬是吧？今天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刀硬！快给我们讲讲猫妖的事。
大叔，快醒醒，快醒醒啊！怎么了？猫妖是善妖，路上降说。去哪儿啊？劫狱。贱猫妖，断我财路多年，怎么虐你都不解恨。快活镇、快活山都是老娘的地盘，人也好，妖也好，老娘就罩着他。贱妖，别怕，我来救你。别追我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都给我站住！站住！怎么冲着我来了？哎呀，饶命啊！大恩不言谢，日后你们有难处，老娘随叫随到。你本是善妖，为何要抢离音呢？哪个山大王不得有点压箱底的宝贝？哪个老贪官三番五次发侠义榜，各门各派都来踢我山门，不抢离音建防身，怎么照看我手下小弟们的周全？听着更像歪理。妖有妖的理，人的理，不受用。好了，我走了，不送。哦，对了，老娘毁了你们一幅画，日后想办法赔给你们。我可是大眼师，不出三个月，桃源仙居图便可恢复如初。等等，青云派自古见妖便杀才是大义，若非亲身经历，我竟不信妖也有善恶之分。之前你我种种，多有得罪，望海涵。天色已晚，找个地方过夜。香儿，浮世苍生，人妖皆自逍遥，无道不孤也。喂，谢谢啦！哎，雨玲，雨玲，等等，你一直没睡。师妹，一定要把小天害成荒魂吗？只有这一条路，切勿儿女情长，要以天下苍生为重。不晓得，对，
两天没睡了。我怕睡了，什么都忘了。明日就到青云潭了，今天最好养足精神。小天，过来休息吧。明日醒来，你我又是路人。不会的，好想再看你笑。今夜你若是带他走，我不拦你。待他日臭小子见灵觉醒，危害苍生，我再亲手杀他。前辈，舍小天一人性命，保天下人性命，此为大义，我辈不可逆。只是这一路陪伴小天走来，我多希望这条路永远走不到尽头，走得越慢越好，哪怕是多一日，多一个时辰，多走几步，我都愿意用我一生的性命作为交换。前辈，我喜欢小天。我已暂封他的耳穴，想哭就哭出来吧，会好受很多。原谅我，
辈，您救我的对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对良家女子动手脚！你答应过娘亲，你要在这儿一辈子，为什么偷跑出去？圣之不武，有何脸面跟夏一宝？杀妖而已，与夏一宝虚名何干？当初我和文人抱养他，就是错；现在再让他碰到我，就是错上加错。不对，你师兄在吸小天的魔力，这不是黄道万象阵，这是吸星大阵，我们被骗了。师兄，你在利用小天，休有多管闲事。小天的命我保定了。跟我们去青云潭把林音毁掉，你的失忆症就能治好了。你们都骗我，去青云潭就是去送死。大骗子！奸人算计，妖力被夺走五成，离阴遗失，只好蛰伏于此。在无恢复元精之前，不可走漏风声。
属下已经探出魔剑消息，可是雨林姑娘她。离音剑灵觉醒，青云派蒙此大难，险被灭门。今召集各门派齐聚，共商除魔大计。安排天道，不合魔火，在所不辞。师门不幸养此妖女猎目魔主，三日后在青云坛斩首祭天，以此妖女为饵，诱杀离音，决一死战。臭小子，哎，为何还不去救雨林姑娘？与吾何干？曾经你俩两情相悦，现在为什么见死不救啊？以前那个一心行侠仗义、每天傻呵呵的向小天，比现在看着顺眼多了。激将法无用，吾还是向小天，只是前世今生的种种，我都记得一清二楚。你们人类都是骗子。因为文人语，我终生被捆桃源仙居。因为知县，猫妖险被错杀。因为你和雨灵，我差点死在青云坛。我也铸成大错，但你想想文人呢，他以前做哪件事不是为了你好？去找那猎山族不也是为除你的魔性吗？都是希望你能够度过一个安稳开心的人生啊。我不是人，不是人。我乃离音，天命乃是率众妖灭世，你还信口雌黄谈笑安稳人生，可笑。唯一觉得让我最幸福的事，就是遇见了你。我喜欢你，你会不会觉得幸福？时辰已到，斩！岳无意前辈，今日就让晚辈来领教一下严甲师的风采。好说。
你怎么才来啊？林英，你终于来了。今日我行善，请你与爱人共赴黄泉。想要我体内另一半妖力，何苦这么大动干戈？咱俩直接干一架不就完了？魔戒，他怎么会有？因为你们傻。小天，他吸了你一半的妖力，小心啊！拿的不过是一把空壳，我才是剑灵。是个傻小子，一点做大事的本事都没有。啊！
在干什么？你娘没教过你什么叫物极必反吗？想要我妖力都给你。够了！青云潭之行，与你游山玩水，若是没有终点的一直走下去，该多好！你娘和前辈重修旧好，没几年生下一个健康男孩，取名月天星。在人间寻到佳偶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漫漫岁月，足够我踏过每一山，每一镇，替你游遍千山万水，弥补你心中遗憾。时间总会冲淡一切，不过短短数载。世间却是沧桑巨变，剑灵向小天的故事成了戏文小曲。至于是不是真的发生过，无人深究。剑灵浮世不过传说幻梦一场，唯有亲身经历过那些事的寥寥数人记得你心痛明如玉。笑，
为何要笑？就是当特别开心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就好像有十个太阳把心里照得暖暖的，想笑的时候啊，憋都憋不住。因为幸福才会笑。Yeah!
在宇宙一个角落里，有两个和谐存在的平行世界，其中较文明的世界被称作天界，人们理性高效的生活被称作天神，而地界还处在多种族混战的时代，地界生活着十大种族，他们都遵从天神建立的文耀制度。文耀分为灵、侠、将、王，人们以文耀等级来象征身份和实力，不同的文耀等级很难有机会改变。直到一个神秘且恐怖的怪物出现，让天地两界都望而生畏，他就是魁拔。地界的另一端，有一个生活在黑暗之中的种族，他们惧怕阳光，内心忧郁，行为卑劣，以致最为其他种族所不齿，他们叫做雾妖。身为雾妖，想要获得尊重，必须得到降文药，而获得降文药的唯一方法就是击败魁拔。魁拔大军压境，十大种族的妖侠都去参加了这次先锋官选了，今日就是最后期限了，不知道谁才是那个幸运者。这还用说，一定是灰妖或龙族的名门。花布，哎，姑娘美了吧？哎，那边的勇士来一串吧，特别美味，是不是啊？来一串，来一串啊！你过来看看，哎，臭东西，谁让你吃的？找揍啊你！看看吧。选好哪个我给你拿啊，我给你便宜点。老板，这
看看少侠，这是什么？夜明文药，好眼力！这是根据基斯卡麦品理论制作的夜明文药，只要白天吸够足量的阳光，到了晚上就可以隐身回。我去，哎，如果要是阵亡的话，还可以奏响离别的哀乐。这些小发明看来糊弄不了您啊。好，这里还有我的至高发明，可以让地界妖魔摆脱地心引力的飞行衣。快，我在穿戴方便还很安全。卖香料啦，来看一看上等的香料，来看看。哪来的这么多白参啊？大人，联军进营受挫，补给兵员都吃紧，暗中允许白参进军营卖些东西，也是解决供应问题的一个办法。就知道吃。香料，上等的香料。身偷窃高阶文药财物，一律应当斩首。大人恕罪，小女子并非有意。有没有意并不重要，按照我们灰妖的规矩，拔出的剑就没有收回去的。留下你的左手吧。你是没见过血吗？要拿白身出气。你也真够寂寞的，先到替一个白身说话。不让妇孺见血是我的原则，不管有没有文药。按照我们灰妖的规矩，两剑相交等于挑战。按照我们雾妖的规矩，两剑相碰等于握手。擂台上见。本次比武是为了选拔出征战魁拔的先锋官，获胜者将代表全军冲阵在前，优先获得降维药。我们为什么不参加比武？就你聪明，一个白身还想参加比武啊？根据神兽联盟文药法，咱们呀确实不行。挑战者入场。莫多大人，为什么不凭文药等级选将？哎，青云大人，公开比武当然是为了服众的。多此一举。你的对手是神圣夜果浓雾岛雾妖幽弥狂。接受。你的对手是神圣树果米拉都灰妖降文样后补长然。这雾妖是十大种族里最卑劣的妖侠，船长大人，教训他！受死吧，巫妖！船长大人，教训他！风和，你说他俩谁会赢？根据基斯卡麦平增益第三理论，麦门多的人实力自然更强。没想到你小小的雾妖也有五个脉门，哼，受死吧！
谁告诉你我只有五倍？木都大人，不是说谁赢了就能当先锋官吗？哎，年轻人，稍安勿躁。大家对巫妖的成见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改变的，我要考虑全军的感受。可你们巫妖一族也不适合白日行军。你也别灰心，每个妖侠都有他的用武之地，有一项任务就非你莫属。一共丢了多少粮食？您问每天有多少粮食？饭菜管够，要求一角肉。我问丢了多少粮食？一天十袋。再来十袋吧。发现贼人，待老夫与您双剑合璧。在那边，对，是，你们两个去那边。是。老大，咱们暴露了，还是回村吧。老大丢的血珠，可是他们一族的至宝，还是他们的定情。就你聪明。我们回去。和那巫妖拼了，帮老大夺回珠子。老大，我终于算出来了，咱们根本不是敌人的对手啊。不，还是老白有志气。不然还是回去吧。我静云大人，这动力刃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完成？灵山军那帮混蛋毁落数千将士的文药。现在实验已经完成，唯独缺少银河晶，只有银河晶的力量才可以打败魁拔的脉兽。派你的手下找到银河晶，在此期间不要与魁拔交战。可是这银河晶所在的迷雾森林一直以来都是地界最危险的其他禁地。地界妖怪真是无法理解的生物，这点牺牲和魁拔所造成的伤害相比，又算得了什么？你这等于去让人送死。怎么就送死呢？
幽弥狂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既然能来，就一定能取得银河经，请莫多大人下令。年轻人，这是莫多大人，既然这位妖侠身手了得，又一心想为联盟立功，不妨就将这项任务交给他吧。好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，不过前线吃紧，我可没有多余的人手给你。不劳莫多大人费心。下子，兵刃如手足，绝不能被敌人所夺。刚才配合的不错，就是太顾及队友。国秀，你没事吧？刚刚差一点就拿到血珠了，对不起，老大。想要拿回东西，就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跟我来。莫多大人，这位基斯卡最伟大的发明家风和。这是他的发明。这位回妖大力士广孝。好啊，好。当然。还有心灵脉术炉火纯青的环泽金。哦，以及龙族快剑手柴洛提。作为他们的队长，这位灵狐族少女英颂更是了不得。文药品级呢？哦，原来都是白身呢。哎，年轻人有想法，白身有志气，谁也挡不住啊！谢莫多大人，如果这一次我能成功取得银河经，请准许我冲阵在前，击杀魁拔，赢得降门药。这里就是入口，都小心点。我们每次开始前都有一个仪式，药下大人也一起吧。想保护队友，与其喊口号，不如多练一下脉术。
出发。什么意思啊？这里内门紊乱，是拿回血珠的好机会，待会儿一起出手。等老大一声令下，一起出手。你说什么？广秀说等敌人来了我们一起出手。走快点，在这里迷路的话你可能跟他们一样。这是这应该是觊觎银河鲸而困死在这里的人吧。这什么东西？银河鲸独特麦品与此处形成的物灵，大家皆邪脉阵防御。这什么是邪脉阵？这都不能感受心脉，身脉合一，贯通脉门，化脉为甲。此地脉弱，依我号令开。保护好自己，我来对付他们。小大人，既然说了同去同归，我们五个一定会保护你的，就冲这个还不快把血珠还给我。圣上。广秀怎么了？看看你们的手臂，这里不只能干扰脉门，还有瘴气，整片森林都是毒源。广秀人高马大，吸入毒气最多。那我们怎么出去啊？血珠还你，你们在这儿等我，保护好自己。收手吧，这里的毒物打开的脉门越多，摄入的越多。怕就别来。想不到联盟军里也有硬气的家伙，要么一起死在这儿，毫无意义。有没有意义不重要，即使不打，你我也不可能活着出去了。不，你和我合作，就有可能活着出去。我不会跟魁拔的手下合作。难道魁拔与你有仇？他毁人文药，
是对妖侠最大的羞辱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你从 AI 得到不少好处吧？你根本什么都不懂。脉场涡流，这样，你我再用同样的力量对掌，以形成脉场涡流，驱散迷雾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为了活着出去。看来你我好运气啊，这地脉莲果是解毒的良药，一颗果实可以救一个人的性命，现在拿回去救你兄弟的命还来得及。合作到此为止，要开战的话你就现在吧。不必了，比起银河精，我兄弟的命更重要。你知道银河精？来这迷雾之森还能有别的目的吗？那是杀死魁拔的宝物，你怎么会轻易放弃？一定有诈。魁拔才不会输给区区的银河精，你更不会拿兄弟的性命冒险。这群灵山军连文药也没有，竟然如此在意同伴的性命，这和描述中的怪物们根本不一样。迷林大人，很抱歉，我没拿到银河精，但我找到了解药。啊，迷林大人，既然你找到了解药，就可以更深入一步。银河精可是对你唯一的威胁呀！行了，先救兄弟们的命，银河精日后再说。只有获得降魂药的雾妖才能接受医治。你快回去吧。啊，我们才不会动你东西呢。怎么说话呢？人家刚刚可救了你的命。多谢妖侠大人，多谢谢谢。笑笑，刚刚还担心的要死，现在连道个歉都不敢。两倍好了吗？啊，怎么
这么熟啊？都在这儿了，村口不还有一片呢吗？大人，那可是我们唯一的栋梁啊！小心们退后！救人了！你们想造反吗？哎呦，白身呢？给我杀！住手！嗯。妖侠大人，小的我也是奉命行事，回去也不好交代，你说这粮食留下，滚！哎，那个妖侠大人，还没请教尊姓大名呢，回去我好跟木头大人交代呀，啊？幽弥狂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巫妖啊！巫妖怎么了？巫妖里也有好人啊！哪像你们，欺软怕硬，狗仗人势！啊，长见识了！巫妖里也有好人啊！妖侠大人，你替我们保住了粮食，实在太感谢你了。这位妖侠大人是来帮我们的，他和别的不一样，这些粮食就是他让我们带回来的，去吧。哦，这是哪儿？这里是灵狐村，20年前由一位妖侠所创，这里聚集了所有因为父母战败而失去文耀的孤儿，还有我们这种从未被纳入文耀的小族。这里曾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，直到有一天被神圣联盟发现。联盟没有接纳你们吗？接纳？联盟只会对我们征收税赋，因为没有文药，灵狐村的税赋一直是别的村落的2倍。灵狐是一个以田地为生的种族，却要守着田地挨饿。这次更是以魁拔之名，征走村里所有的冬粮。比起魁拔，神圣联盟倒是更为残忍。怎么会这样？给你，下一个该谁了？你的，谢谢，谢谢，妖侠大人，谢谢。我也要，谢谢。没礼貌。哎呀，没事，让他吃吧。对了。你们几个是怎么来这个村子的？啊，我们当然是被英宋老大邀请过来保护村子的。我们不是偷粮食被英宋老大打败的吗？就你聪明。不过后来啊，我们都改邪归正了。村子被征税的时候，我们就去神圣联盟去借点粮食。这儿的孩子喜欢我的发明。他们把我们当英雄，他们几个都不舍得走，我也就勉强留下来了。哭得最凶，非要留下的是你吧？你是不是找抽啊？对，那当然是对，不对，不对。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站住！慢点，这种感觉，难道就是他们所说的家人吗？哎，别跑啊！小心啊，妖侠大人，以后我们两不相欠，
你们不是说同去同归吗？那就跟我一起回联盟，为你们的村子赢回文耀。你以为我们不想吗？从成为白身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注定了。再怎么努力，也没什么用。难道你们想成为一辈子的小偷吗？所有的妖侠都有一个平等的机会，只要杀死魁拔，晋级文耀。幽弥狂，你这次做得不错，我会允许你重返前线的。谢魔多大人。嗯，还有我队友们的文耀，也请大人。这几个白身能够去执行任务，已经是一种荣耀了。如果我们能打败魁拔，还请大人为令狐村颁发文耀。年轻人，文耀制度可不是儿戏呀。如果你们能完成好任务，主帅自然不会亏待，只是现在还未到交战之时。主帅大人，嗯，先减免他们三年的税赋。谢魔多大人。幽弥狂，至于你的降魂药，就用魁拔的命来换。一言为定。静云大人，颁发文药可不是能讨价还价的。到时候，你自然就明白。关于大家的功绩，我已经和联盟申请了。很抱歉，不能给大家颁发文药。只能给村子减免三年的税赋。日后，来，锅开了，来吧，吃。哎，吃吧，庆祝一下。来来来来，吃。来，炖锅是要分享的。来，张嘴，我分享分享。吃饭都堵不上你们的嘴。咱们喝一个，同去同归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
我们拿不到文药了。刚刚在镇上得到消息，莫多已经率领大军跟魁拔决战了。连银河镜也杀不了魁拔，太厉害了。松豹，他要不厉害让咱们干嘛？怕什么？对，有幽弥狂大人在，我们一定能赢。厉不厉害试试才知道。静云大人，你不是说这个动力刃可以斩杀魁拔吗？可今日一战我却损失惨重，却未伤魁拔分毫。银河晶的力量需要更大的能量来催动，显然莫多大人的能量还不够。跟我来。这才是银河晶真正的用途，只要莫多大人愿意放弃亲手斩杀的念头，这个武器一定能够击杀魁拔的。这个武器要怎么用？找到一个人，将武器导靶带到魁拔面前定位魁拔，这个武器就能瞬间将它化为齑粉。可是谁能把这个导靶带到魁拔身边？莫多大人，为何今日没有人通知我们小队参与决战？今天的战斗只是个麻痹对方的计策罢了。神圣联盟南部战区夜战小队队长幽弥狂听令，妖侠幽弥狂，我代表神圣联盟授予你雾妖一族降魂药，命令你带领你的夜袭小队奇袭魁拔营地，击杀魁拔。幽弥狂领命。哎，等到你击杀魁拔凯旋归来之时，联盟一定会为你举办一个盛大的仪式，激活文药。遵命。那灵狐村呢？你放心，只要获胜而归，联盟自然会如约奖赏。我们会将灵狐村正式纳入文药系统，受到联盟的保护。谢谢。对战魁拔本来就是我一个人的事，将文药带去灵狐村还需要你们守护。大人，这一次我一定能再。
我做的飞行衣是最伟大的发明。你们怎么过来了？幽冥狂，这次是你擅自行动。你们跟我回去，魁拔太危险了。说好同志同归，我们是不会留下你的。魁拔，出来！齐衡三。
所有的药侠都有一个平等的身份，只要杀死了魁拔，战争自然会平息，到那个时候再也没有人向你们征税赋。告诉那些孩子们，你们是鸳鸯界真正的英雄，让那些轻视你们的人刮目相看。我们和你不一样，才不会抛下队友不管，同去同归。来来来来来，走开！哎，年轻人，我正要奖赏你。虽然这一次不是你亲手结果了魁拔，但是确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降文药将被正式激活啊！好，恭喜幽冥狂大人。那我队友们的荣誉呢？什么？我说，我那死去的队友们的荣誉呢？多谢诸位的恭贺。现在呢，我要与幽弥狂队长长谈一些事情。诸位，请自便，自便啊。年轻人，说话能不能分点场合？我不知道。有什么话不能说？这五个人没有文药，没有身份，不能算是联盟士兵。他们的死是不是因为抵抗魁拔？难道就因为没有文药，就连当烈士的资格都没有吗？不要着急，幽弥狂阁下。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神圣联盟作为正义和正义的代表，就不应该存在没有文药的士兵吗？如果被将领们知道白身参战，那他们会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，会动摇文药制度的。那令狐村的文药呢？你答应过的。什么令狐村啊？我说过，他们根本就不曾参战。给你颁发降文药，就已经给足你面子了。莫多大人，我的队友因为击杀魁拔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。我求求你，让他们死后也能获得一份荣誉吧。幽弥狂大人重伤未愈，不宜在此久留，送他回自己的营帐休息。是。野战小队成员白洛提、方和、严嵩、万泽金、广孝，身为白身英勇抗击魁拔，不惜牺牲白洛提、方和、严嵩、万泽金、广孝，身为白身，也
应有尽有。疯子，白身都能抗击魁拔，那还要我们这些文耀军人何用？魁拔已死，我终于不用再跟这些愚蠢的地界妖怪待在一起了。这不可能！魁拔警报！魁拔还没死！好了，我是巫妖幽弥狂，和我的战友白洛提、黄河、影奏、韩德进、王笑，我们曾一起打败过魁拔，让你们所有人都看好了，我会再一次打败他。你听好了，你的对手是灵山军将领第四代魁拔弥林。白洛提，风和，白洛提，风和，你松。
风和、应宋、环泽金、广秀，与魁拔1026年参加神圣联盟南部战区夜战小队，你们与魁拔英勇作战而牺牲，我是他们的长官，我要幽弥狂，现在我要为他们复仇。勇气可嘉，但你根本不可能获胜。我知道你很强大，我们很难战胜，但是我们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一个态度，我们是你的敌人，即使我们连做魁拔敌人的资格都不被承认。灵山军听令，在白洛提、风和、英宋、环泽金、广秀这五人因誓死捍卫故乡，抵抗魁拔，而被所有灵山军官兵所记住，并视为死敌。真是讽刺，你连忙献出生命，却连性命都不配拥有，反倒是被敌人所承认。如此的联盟根本不值得守护，带着这门药赴死是对他们的玷污。迷定大人，我知道光束的原理，它是来自天空的打击，而且需要一个导靶作为光束目标的攻击中心点。导靶、说是不是你？光束无极，什么刀疤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分明就是你召唤的麦兽！你这个卑鄙的巫妖，能从天空进行打击，只能是天神飞艇。明明是你们联盟心狠手辣，用这种杀伤性武器，害得我们8000多兄弟化为灰烬，还要诬陷我们的主帅。要不是你，我们怎么能死那么多人？幽弥狂。我爱我的兄弟，就像你爱你的队友一样，我断然不会为了你们小队区区几个人就杀掉我那么多的兄弟。原来我灵山军大营之前带没带光束武器的刀疤？我说了，我没。这五个人没有文药，没有身份，不能算是联盟士兵。他们的死是不是因为抵抗魁拔？难道就因为没有文药，就连当烈士的资格都没有吗？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神圣联盟作为正义和正统的代表，就不应该存在没有文药的士兵吗？给你颁发降文药，就已经给足你面子了。只有复仇和哀思是他人无法代劳的。
魁拔来袭。该你了。天机大人，快点让飞艇再发射一次光束。这么短的时间里无法进行两次打击，银河晶需要充能，而且也没有合适的人当导靶。难道你们天生就这点能耐吗？让开。幽弥狂，是不是从一开始，我们就是你选中的妻子？是又怎么样？你要击杀魁拔的机会，我给你了。你早就知道我的队友会白白牺牲。魁拔乃是整个元阳界的灾祸，他们一群白身能在讨伐魁拔的斗争中牺牲，这是他们的荣耀。你是个妖侠的话，就接受我的挑战。对手是神圣联盟，不，灵狐村北身幽弥狂。你居然为了这些白身连降文药都甘愿放弃是吗？我耻于和你带一样的东西。好，你的对手是神圣联盟南部战区司令，降文药莫多。
要做。